两点的啊，来，等一下啊，来，预备，开始看启动，一、二，看脚先动，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看手，看站稳，啪，看到球第一反应，胯，五、六、七，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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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。大家看好球，看好这个，大家看好脚了吗？看我的脚先动，对吗？转，蹬转，其实它是二分之一抬，它没有那么大的。再来一次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站稳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你看我脚啪落地了，落地了，落地了，胯的反应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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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，蹬转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到球第一反应，你看他身体，他身体跟手是一致的，看到没有？我的脚都是一致，都是一致的。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啊，这个是没有发力的啊，等一下会有发力的。脚落地之后再击球，对，你脚没站稳，啪，没站稳呢，就来了。所以我刚刚说的是什么？在你蹬转的时候，啪，站稳了，啪，再来。动作啪打完，你动作打一半，啪，脚就急急忙忙的，打完再来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再来啊，我们看一下正面啊。也是一样的，来，先是两点啊，来，预备，开始启动，看，一、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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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，大胆一点，你看你身体做多一点，你看你手就不会大，二、一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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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、一，站稳，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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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稳。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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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一点，看到了没有？大家看到了没有？站稳，然后再来身体，但是你看到了吗？都是身体带的，都是身体赢钱的，都是身体带动的。手别抢，想要快一点，你胯快点顶出来，身体啪快点出来，想要发上力，对不对？啊，等一下再来啊，等一下再来一组啊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还有就是注意到的时候，看好我们在击球的时候，你看啪，在身体的前右前方击球，你不要到这里来，你一旦一拉拍，啪，球就顶你了，你就在侧面了。我经常跟小朋友说，你的前面才是你的防火墙。你身体一个拍子的距离的前边是你的防火墙，你要把你的防火墙啊，它穿过你这里来的时候，它就穿过你的防火墙了。你这个再去控制它，再去发力的话，你是发不好力的。所以在我啪的瞬间，来，再来，预备，开始，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加速。加速，加速，加速！我想快，我身体加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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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。